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说一个等差级数哈，它项数是奇数啦，也就是说哈，它总共的项数哈是奇数。那我假设它有 2n 减一项，哦，这一二三四五这样算，算到最后的话呢，有 2n 减一项。好，然后现在的话哈，它说什么呢？它说，且各奇数项的和是50。这个奇数项哦，把它加起来，奇数项比偶数项多一啊，哦，因为它总共有那个奇数项，这个是等于50，哦，比如说什么呢？比如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如果有5项的话，奇数项的话有3项，偶数项有2项，所以一定奇数项比偶数项多一项。好，那偶数项的话哦。它的和是40，那么它现在问说哈，这个奇数的项数是多少？那我现在把它减下来，减下来的话，这个是隔壁项嘛，一减的话就是公差，也就 A 一哈，加上 D，这样 D 啊，这样 D，这个是等于10啊。那、啊、这里总共有几项？我们看哦，这上面总共有多少呢？总共有那个 n 项啊，哦，上面总共有 n 项，哦，怎么看总共有 n 项哦？因为它什么呢？它这个，这个的话总共会有，这个总共会有 n 项，为什么会有 n 项哈？就是说我们现在哈，它那个我 2n 了哈，2n 减一嘛哈，总共 2n 减一项嘛，我现在把这一项扣掉，扣掉一项，扣掉一项的话，给它除以什么呢？除以二，除以二的话呢，就是这些项。啊，这一项的话，再给它加一项，就是上面这些项，所以这样等于多少？等于的话呢，这个是 2n 减2嘛，约掉以后这是 n 减一，n 减一加一的话 n 项，所以这个有 n 项，啊这个有 n 减一项，两个加起来就是 2n 减一项。好，那这里总共 n 项嘛。啊，所以这个是 n 减一项，也就这个哈、哦、是 n 减一项，这里它有什么呢？n 减一个。好，那时候我就晓得呢，这个就是 a 一啊哈，加上 n 减一 d 哈，这个等到这个是等于10，啊，这个刚好是什么？刚好是这个数列啊，就是 a 一、a 二、a 三，一直到 an 减一。2n a 的 2n 减一项啊，整个数列的什么呢？dn 项，整个数列 dn 项，整个数列 dn 项哈，刚好什么呢？刚好是中间项，dn 项会刚好会是中间项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就这样看嘛哈，我就把什么呢？把那个这个哈。这个的中间那一项，中间那一项我叫 AM 了哦，因为这还不一定是 AM 嘛，中间那一项我叫 AM，我把这一项扣掉，总共有 2n 减一项，我现在扣掉一项，扣掉一项以后呢，再给它取一半嘛，就是分成两半，啊，中间有一项，我先把这一项扣掉，扣掉以后我再把它除以二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等 n 减一项，也就前半部啊，就中间那一项扣掉以后的前半部，总共 n 减一项，后半部也有总共有 n 减一项，好，啊再加中间那一项的话，全部加起来刚好是 2n 减一项。那中间这一项是第几项？因为前面它有 n 减一项嘛，所以这一项是第几项？是 dn 项。也就 dn 项的话，哈，是这奇数项的中间那一项。也就是中间项，那中间项就等于多少？
等于这整个呢等差数列哈、哦，它的算术平均数了。它的算术平均数呢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A 一加 A 二哈，一直加，加到呢全部了哈 ，A 2 n 乘一，全部的每一项把它加起来除以总项数2 n 乘一了。好，那这个等于十，哦，这个等于十。啊，上面呢，这个全部多少？全部就是这个，把它加起来，全部加起来就是90啊。好，那我就把它约掉了，约掉以后我就晓得什么？ 2n 减一，这个等于9。那 2n 减一呢，实际上就是什么？就是项数了。哦，因为总共2n 减一项，这张就是项数了。所以项数是9项。所以答案是9项。